三过，混我们生活，红红火火，喜气洋洋。这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夫妻恩爱并提连，红火火过百岁，平平安安一万年。一傻夫子，二傻子，三傻新娘下了轿。新郎官儿，称心如意了。兄弟对他们的美满姻缘表示衷心的祝贺。我们今天还高兴地看到中国穆斯林和非洲穆斯林的良好的婚姻，也从今天向大家做了展示。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国穆斯林和非洲穆斯林的传统友谊万古长青，希望杨燕先生和艾达女士的婚姻能够美满，永远美满。谢谢。毛主席说了，黑人好看，越看越好看。所以我们杨燕老师啊，不远千山万水，到非洲找到了美丽的艾达。关键我要穿越丛林啊！哦，对，这身衣裳是穿越丛林、跨洋越海，从非洲把我们漂亮的艾达请到了这里。他躲在城里的那个丛林的最深处，哦，老藏起来。那么今天两个人喜结良缘，我们举行一个谢认亲的仪式。我们看了吗？这个五彩缤纷的气球放在这里，让我们的几束气球飘向天空，飘向远方，让日月为你们敬绕。一条从北京飘到塞罗利亚。三。二一，让他们的爱情与日月同辉，与天地共鸣。咱们共舞。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孙子毛新宇赶到现场，特意给他跟杨燕老师说几句祝福的话来。非常尊敬的来自我们非洲的同志们，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，今天是杨燕先生的大婚之日，我们的组长毛新宇将军呢。